月呢，我就是看杂志都有一些真笔友啦，哎，有些呢还有附带照片。那么在更早以前呢，就是媒妁之言呐、啊，到你看做媒郎啊，然后成物事，然后那天才会可能哎之前见个面，更早的时候根本是洞房花烛夜才见面。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呢，让每一位来参加我们这个现场的朋友、看到你们这个偶像之外呢，也能够跟他变成真的好朋友。对、然后呢结交一下，对对对，交换一下感情。那今天好像是让这个所谓这个少女的美梦能够成真，一偿夙愿，完成你的梦想成真、对对对，那我们今天偶像是谁呢？我是谁啊？黎明。那有突然想跟他当朋友呢？一个睡着都没举手，其他都举手，举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偶像在他们心目中啊，的确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对，大家都想干作品，可是问题是今天呢、我们不可以说把大家都请到台上面来，名额有限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请的三位呢，这三位是很早以前他就打电话来了。而且那今天这三位的确是非常幸运啊，是，是我们从这么多里面那个筛选出来，万中选三。所以呢，要让李敏来三位当中选一位，因为三位太那个了，所以只能选一位而已。选到最后面的那个，就可以获得什么？就到时候就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哎呦，这是天大的小好消息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对、绝对是异于平常的接触啊！第几类的？第三类，第三类的接触。那我们要先请我们今天特别挑选三位黎明的歌迷，好不好？我们请他们三位出场，来，掌声欢迎他们，来，欢迎，欢迎。那么这三位待会呢，就是跟黎明呢，我们中间有稍微隔一个布帘，然后呢，因为要公平起见嘛，不要让黎明看到你们三位都是什么样子，最公平嘛。他喜欢我爱黎明这个游戏，对对对，黎明爱我，我爱黎明，让黎明来搭起友谊的桥梁，让黎明来选择三位当中的形象各方面他最欣赏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特别来宾黎明，好不好？黎明，还有帅哥，还有。这个黎明啊，真的是偶像啊！你看，所有同学都尖叫，再尖叫一次，黎明。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个，Leo 黎明，你先来问旁边现在木兰那边三位歌迷，哪一位？你先问第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三位来都来回答啊。三位朋友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你们会不会太注重我的外表，而忽略了我的内在美？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。第二，一起问吧，一起问。好的，对对对。你说，假如有一天，我和你们随便一位可以谈恋爱，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恋情？会公开啊，还是会把它躲得一边不告诉别人家？对。来，我们请三位来回答。请三位来回答哈。来，我们请第一号，一号贵姓大名啊？姓王。王。王祖贤，哦，王黄俊小雪小姐，基本上我不太会在乎利用的外表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内在比他外表更重要。这个厉害厉害，为什么呢？你有跟他相处过吗？没有啊，可是以我看一些杂志，还有听他一些讲话的感觉，我觉得他非常有内涵。我的嘴快笑得闭不上了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是，第二的小姐是她不注重她的外表，她很欣赏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是你当李奥的这个女朋友，你愿不愿意公开？你愿意保密还是公开？我认为公开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很有个性，很坦然的去谈这个恋爱，因为你不希望造成困扰，是不是？就希望永为己有，就是不要再有人再跟她竞争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要黄旭。来，我们来听二号的。二号，不行，二号回答了。我叫黄思维。黄思维，我想我跟黄俊一样，我不会去在乎他的外表。不会在乎他的外表。对，然后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好在乎的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，一旦你跟他结婚之后啊，没有谈恋爱，哪那么快？一旦你跟他这个恋爱之后啊，你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公开，还是说保密？我也是会公开。你会公开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假如说歌迷喜欢他的话，也应该接受你，对，应该会接受这样子啊。咱们请问是顺着这个很多的歌迷引友，还是没办法接受他老婆的？对，因为我老婆太漂亮了，对啊，太漂亮，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。这样，好了，那他的回答是这样子，对啊，他要把公开来，两位就是要公开，一号、二号都要公开啊。来，三号、三号，个性大名，我姓林。姓李啊，林哦，林青霞，不是林奕慧，林丽花，林奕慧，林奕慧，对。我觉得我第
第一次看到他一定是被他的外表给吸引，一定是的，对。可是之后我觉得真跟诚很重要，我觉得利用很真诚，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，我觉得他很真诚。利用，你很真诚吗？很真诚吗？对对对对他自己被你影响的有点唏嘘啊。我觉得利用很尊重我们，很尊重你，很照顾你们。万一碰到外面下雨很冷的时候，他把外套脱下来给你们穿。他不会，他每次来都之前就寒流，然后他来就开始天气就变好了。哦，就像一股暖流一样进入大家的心中。来来，我们下一个，这个他为了博得对方的好感，连这种话都讲了，你看看。那么讲了，要不要当女朋友的话，要不要公开啊？当女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公开。第二个，当你跟他生完小孩之后，我觉得哪那么快，一个结婚也生小孩，你干什么？乱问。好，来来，告诉我们。他想应该会说你们坐月子的时候。可能是要入学的时候。来告诉我们要不要公，你要公开，要公开，要公开。你不怕公开？我一想他的事业，还有其他的歌迷会不太喜欢他了。不是，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是 fans 来说，我们都希望他早日找到好的女朋友，跟他能够贴切，就是很了解他的工作，然后可以很关心他的女朋友。以他的心态来讲，原来李敏的这个歌友呢，他们都希望他能够找到好的对象。哎呀，真是非常成熟的啊，很懂事的。你真希望？我真希望今天坐在那边的是我，你知道？下次我们安排一下，但是你要有人来报名。每个礼拜都有这个单元，要有人来报名。自己花钱找一下吧。好，现在这个刚才是这个李敏啊问的问题，三个回答。现在你们三个问问题，对对，可以问。好，一号的这个王小姐，王小姐。王小姐，你可以请问我们这个黎明问题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利用他的择偶条件。择偶条件吧，我相信是头发黄黄的，第一眼看见嘛，大家有感觉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假如第一眼大家都没有感觉的话，根本不可能发展下去嘛。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其他就是看缘分啦。好，那我们再请二号的。好，想请问一下利用，在选择女朋友的时候，会不会很注重身材方面的条件？外表之外，身材是不是要什么叶子妹之类的啊？为了下一代着想。来，那假如我真的会遇到一个很胖的，那我当然会爱上他的话，我会叫他去减肥。他觉得太瘦的话，那我他还好，那我叫他增肥。那我觉得身材吧，每个人都希望是有一个健康，就是标准的身材，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可以有一样这样子的男朋友，或是高大一点，这是每个人的愿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。那你要怎么样？那我假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好的时候，我会除了保持我自己身形好以外，我也会劝他多做运动，因为这是一种健康嘛，对不对？等于你就是说，不希望你他讲完了就是不希望他太胖，也不要他太瘦，反正就是要标准身材啦。标准可以，眼睛要很大，头发很长，这个长可以剪短的，我说过。这个人择偶条件蛮奇怪的哈，脸胖没关系，瘦没关系，瘦可以增胖，胖可以减肥，头发长可以剪短，短可以留长，而且也蛮那个的。那问题是，他说如果他很胖，我爱上他。他很胖，你会爱上他，表示你应该喜欢这个胖，你才会爱上他。然后你爱上他之后，胖就要去减肥。那你干脆直接爱一个瘦的就好了嘛。不是这个原因，这原因就是说吧，有时候你缘分很难讲的。有时候刚刚去了一个孤岛的话，你两个人那随便都好了。对，假如一个老虎吃掉你的时候，他救了你一次怎么办？可能会爱上他，我也不一定。那你是感恩哦，感恩情。有时感情很多种，有人情，有很多种感情。如果再被一个女的救的话，他就以身相许。以身相许啦。还有就是买一只老虎来咬他，好好的救他一下。买不到老虎放顺去咬他也可以。好，我们林同学啊，来，林同学，林小姐来。我想请问李勇，如果以后有女朋友的话，他最希望带他女朋友去哪里约会？去行天宫，指南宫。我相信会去，第一一定要逛逛街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少有机会自己逛红街，逛街，逛逛街。你满脑子就是烟。因为很少有机会这样子做，第一。就是逛街。逛街，而且去一些逛街不是比较一些世界不同的地方，浪漫的地方可以。对，出国。那如果在国内逛街就蛮麻烦的，引起哇骚动了哦。就喜欢带他出国去走一走。对呀。是，离开这个而且我相信就是想一起。就脱手一起逛街的感觉是蛮好的，因为你脱着他，你有暴力的气质。他们香港人叫拍拖，就拍拖嘛，就是扒手，脱手，牵手了，拖着他也牵狗一样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三位
明呢回答，我们黎明问了，你们也回答了，你们呢问题我们黎明也回答了。现在来告诉我偶像，嗯，来选几号？哎，您告诉我你要选几号？我爱黎明，黎明爱我。我们搭起友谊的桥梁。友谊桥梁，一二三，你要选几号？有三个，有三个，你告诉我要哪一个？三号。这位幸运的。我们幸运的这位拍档呢是三号的，三号啊，这位林小姐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哎呀，脸都红了。来，请站点，站点，站点，站点啊！请站点，请站点，请不要吃奶嘴，请不要吃奶嘴。来，跟我们两位握手，跟我们两位握手啊。那我们两位请旁边稍微休息一下下啊，休息一下，来，谢谢他们。这个被黎明选中了，我们待会就要让你跟黎明偶像两个面对面，面对面，而且呢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呢，是你。毕生难忘一直想做的事情，是你的愿望啊！你美梦成真，我们就叫美梦成真。对对，你最想跟黎明做什么事？讲一下。希望他唱歌给我们听。啊、哦，好极了，这点我们今天完全做不到。这个歌平常我们在哪边听得到嘛？可今天看他本人面对面接触，特殊一点，特殊一点，拥抱，拥抱三十秒，同学来数，数到三十。数快一点。准备好了啊！哎，小朋友，林小姐要跟她的偶像黎明见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幕可以往上拉。先从哪边开始看起呢？来，先从脚。来，等一下，来。好，等一下，哎，黎明一下看到了。黎明穿那个黑皮鞋、白袜子，好酷啊！好，我对面这位呢是穿的是球鞋，年轻的。对，我们让黎明看一下我们这个林小姐的脚啊。来，脚能不能伸过去让他看清楚？还是要摸一下。五十分钟，好，这样子，我们用看就对了哈。好，那节目往上拉，我们来看一看他美梦成真面对面。握个手。贾丽萍你好。你声音模仿的好像。他就是黎明啊，他们那个村子啊，邻居都叫黎明，他长得很像黎明。他的外号叫黎明。贾丽萍，那我想呢，这个看到他什么感觉？没有，大家做朋友很高兴啊。对了。我们的单元就是我们希望呢，单元是鼓励说先有后婚，也不要急，好吧？我们还会伸手你们到时候嫁妆啊，什么喜饼，你看他第一眼感觉。他有麦克风，麦克风可以拿起来用。都已经忘了，他记性不太好。我有健忘症，我不知道刚刚的感觉是怎么样。你不要喷口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男女主角应该站中间，我们俩，我跟他站中间干什么？又不是我要跟他携手并进。我们要先请教这一位，黎明。黎明，你真的贵姓大名？我姓豆，名豆。哎呀，豆豆先生啊！豆豆啊，原来是豆豆啊！我们谢谢豆豆来，来谢谢豆豆来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请我们的偶像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由你来请，来，我们欢迎黎明。是你选的这三号的这个林小姐，来握个手。我说我跟她握手了，我也很欣赏黎明这种。不是真的握个手吗？你真的机会给人家嘛？哎呦，真的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黎明来了，其实还有很多，除了这三位歌迷之外，我们这个所有道亮同学真的是俩公啊！哎，尖叫！刚刚那个豆豆出来，他们也很配合啊。这个我们讲真的哦，这个黎明你在选这个条件选女朋友，没有？我知道在这个你曾经这个就是你跟周海媚啦，还有周慧敏啊，哎，好像不错。还有谁啊？还有谁？李嘉欣。李嘉欣。李嘉欣，哎，这都我们从媒体看到的。那么这三位都身材都很好，表都很漂亮。你只喜欢这样的典型的女孩子？头发长长的，这是观众喜欢的。观众喜欢，那为什么会写你们这样拍拖？拍拖写出来就是，他们喜欢写嘛，对不对？就让他们写好了，而且就是我们在一起在荧幕上面搭档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这最近。而且在想啊，荧幕上觉得很衬，可能他们觉得。对不对？很合衬，所以这样子那写了出来，那是真的是假的，你们自己猜吧。不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我就说，我就自己已经说过，就是不是，但是那有的人会信，有的人会不信呢，对不对？有人说黎明在讲骗话，
不要紧，那也很麻烦。你怎么想我也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好朋友，不过呢，讲到他们在拍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常年难免会常常相处了，日久难免会有点生气。还有亲热戏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亲热的戏哦，难免都会有一点这样的。其实朋友演戏，同事之间本来就应该常常培养默契，有一点感情。私底下喝喝咖啡、看看电影啊，这是对戏有帮助的。一旦演感情戏，就比较自然一点，就很快的入戏了，比较入戏，对不对？我说真的啊，郑方志他们这个偶像啊，谈恋爱本来就特别辛苦，很辛苦哦。你们想过说你几岁的时候会想要成家呢？想要结婚呢？成家啊？哎，你现在已经立业了嘛？啊，对啊，是毕业，立业，哦，已经事业有成啦，啊，什么时候成家？成家，暂时还没有这打算。还没有这个打算，没有打算，是永远都没这个打算吗？这个当然不可能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交女朋友了。一切随缘啦，但是随缘，一切就看缘分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了。结果来了，缘分来了，刚刚就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美梦成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完成他心目中的理想。来，我们现在那个理想，刚才我们不能骗他，提出要求，来拥抱30秒。哎，不敢的话，我们找袁山。我觉得他唱歌好不好？唱歌，我真的不敢抱他，我会打死。不过他刚刚说的也蛮好，就是说要抱大家那么多人在看，你们要开始抱，其实吧，也不是很难，是因为拥抱是一种就是礼貌，很自然感觉的礼貌，对不对？不要30秒嘛，人家都，就我觉得真的无所谓，人家都没关系的。有时候在跟你讲，有时候可以怎么样？你认为？可能一瞬间就是一两秒的感觉，可能还比30秒。比30秒，哎，这个李敏呢，跟对歌迷从他这个言谈之间呢，就看得出来，非常疼他的歌迷，而且很亲切，很照顾他。歌迷会害羞，他会引导他，其实很自然，抱一下就抱。对对，没有错。然后那个李敏出来之后，眼睛就这样锁定你过去，你要不要抱一下？好不好？老师怎么握了比没有握更严肃啊？那你学生太多了嘛，就比较拘谨一点哦。但是今天非常的高兴，这个上个月的这个李敏来到我们国内发表他的这个深秋哦，他的新的专辑《深秋的黎明》。对，深秋的黎明。那么这次来纯粹就跟这个国内的歌迷见见面，对，问问好，非常的难得。我们希望李敏有空常常回来我们国内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好，也祝福他一切顺利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上个月已经收看了。快乐，穿针，呀！